这花花绿绿的是什么呀？红的黄的，还有一个塑料小手枪，哎，拿走了。呀，它一拉还能转。呀哈，别追我呀，你离我远点，可别碰到我，你别再转了。又来一个，啊，这小陀螺威力也太大了。哎，他也坐上车了。喂，我们要去哪儿呀？去野炊呀。啊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好，我们先去买点东西。好，走，我飞出去跟着你。哇，天气好好呀，出去野炊了。哎，先去采购点东西。哎，这就走了，等等我呀。哇，来到了大超市，来来来来来，买点什么呀？辣条，你还真不怕辣呀？又拿什么呀？还是辣的，你可真能吃啊。走。买好了，走啊，野餐去喽。快点都掏出来，我看看都有什么。寿司卷我最爱吃。还有这么多东西呀，都往外掏。我们赶紧吃吧。好嘞，那我就吃了。好吃，吃不到了，蹦上去。再吃一个。哎呀，撑着我了，坐在这儿歇会儿，晒晒太阳真舒服。哎呀，打秋千啊，干嘛呀你？别玩了，我带你买水果去。哎呀，好啊，走。来到了这么大的批发市场。喂，你要买点什么呀？你想吃什么呀？我想吃水蜜桃。就不给你买。你这人问了我还不给我买。哎呀，你走慢点，慢着点啊。进了这么一个破屋。竟然还有这么多榴莲。哦，这么快你就挑好了。尝一下，抱着回家了。这榴莲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呀？哎呀，快点打开，我看看里面什么样啊。没想到里面的肉还挺肥。哎呀，破，好臭啊。你要不要吃啊？我才不吃呢，太味了，太味了，我可受不了这个味道。走了。不吃拉倒。这里没人，比较清静，在这儿吃吧。啊，干嘛的？差点把我扫进去呀，你看着点啊，吓我一大跳。你耽误我吃东西，好好干啊，我继续吃。哎，什么声音呀？哦，原来是吸尘器呀。啊，怎么向我这边走来了？哎，你别过来呀，不要，我赶紧跑啊。把我也吸进来了。喂，有人呐，快点放我出去，我要出去。这里摆着这么多好吃的。哎，还放了个杯子，干嘛呀？全都倒在里面了。哎呀，倒了满满的一大杯呀。又拿那个干嘛？小饼干。放杯子里干嘛呀？奇怪，我上去瞧瞧。哎呀，都漂浮在上面了。别动了你。干什么？别喝，我还在上面呢。又被喝进肚子里了。哎呀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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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。我还会回来的。哎呀哈，一个大烧鸡。还摆了个香蕉，把我道儿全堵上了。喂，美女，帮我把东西拿开。光吃了他听不见。吃的真香啊。还吃我最爱的大香蕉。那是我的，给我留着。走，抱住他。连我都吃进来了。放我出去呀，快点放我出去。出去。我还会再回来。这里有一个圆咕隆咚的什么呀？我打干嘛？我打住手！你打我干嘛？你
哎呀，还要干嘛呀？看我飞踹！啊！这是给我踢哪来了？怎么这么热呀？嘿嘿嘿，给它踹到锅里蒸一下，蒸软乎了，过来。嘿嘿，原来是个圆圆的大包子，嘿嘿，开始吃，哎呀，还挺撑的慌，不行，还剩一口了，不能糟践，都吃了，哎呀，彻底撑的慌了，找个地儿休息一下。就在这儿吃吧。怎么动了？好滑呀！屁股摔两半了，我躲，差点踩到我，走道看着点啊！幸好没把我苹果踩坏。他又在吃冰棍，我也想吃，走啊！喂，住嘴！干嘛？给我吃一口吧！一边去！我拿东西和你换，不行吗？拿什么换呀？你往这一边瞧。就用它。啊，那可以，咱俩换换。这个留给我了，那我就开始享用了。真好吃，真甜呢。什么东西？好像一颗炸雷呀！哎呀哥，来个小孩，喂，你别点他呀！停，住手！哎呀，赶紧捂住耳朵！哎呀，冒了好大的烟呐！哎呀，怎么没响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瞧瞧。怎么不响啊？过年放炮要小心呐！哇，好多巧克力豆啊！谁呀？巧克力耶，还有饼干夹心。他又拿了一个。别端走啊，我一个还没吃呢。你快拿回来。这么快就给吃光了，一个也没给我留。呀哈，他那儿摆什么呢？过去瞧瞧。哇，好多黄灿灿的小球啊，呀，拿了一个。原来是可以吃的巧克力。又拿一个。喂，干嘛？能不能给我吃个呀？不行。不给我那我就哭。我让你哭。干嘛呀？把我挂这儿了。喂，放我下来呀，这可怎么弄呢？哎呀，这还有一个小熊，看什么看，没见过这么帅的猴子。喂，能不能先放我下来？好精致的小茶壶呀。那边瞧瞧。还有一个茶杯。哇，里面有一条小鱼，挺好看。怎么还漏水了？我不会游泳啊。喂，看着点，这还有人呢，别喝。一起被喝进肚子里了。喂，放我出去！